算讲吼，你睏的姿势阁真水，我应该好好找一个机会。头家讲，头家娘的身材是真奇的。你们太想笑了，太夸张。阿伯啊，我实在受无呢。以你即摆身体状况哦，应该是踮病院加待一两天才对啊。那话出院就出院啊，害阮这做医生的哦，袂做咧做假的咁快。这话唔是安尼讲啊，啊咧病院出入人遐多哦，哇，伊食食我带袂掉。你看我倒来带遮，我嘛自然够爽快。好啦好啦，会长讲哦，别人开话阮遮做医生的，就做欢喜啊。啊，对啦，讲到遮哦，对，照一包维他命哦，一定要照时间照。是哦，哎呀，我身体才好个啦。我少年的时候，一天干呐食两顿啊，尔做代志嘛唔捌输人啊，唔免食这有诶无诶啦。阿伯啊，迄是你少年的时阵啊，我即马未比诶啦。董事长，歹势啦，原本吼，阮爸爸要甲我做伙来，啊，着临时有代志未当来啦。伊来要啥物？我是讲，大家拢咧无闲哦，唔免安尼先撞来撞去的。啊，你若咧无闲，阿伯嘛免安尼定定走来。小伙啦，你莫想遐尼济啊！董事长会安尼做，伊是唔敢讲你日时啊上班，按时下班倒来，怪无闲规堆的公务员。而且你若有闲，都赶紧去看伊。伊是唔甘你遐尔忝，伊才安尼讲的啦。也毋过，之前我熟悉伊到今嘛，伊从来毋捌讲过遮尔重的话。今日才雄雄讲，我会当莫去看伊，就莫去看伊。干你就无介意看到我同款？伊较早都袂安尼啊。其实伊的心情，我会当了解啦。伊会放弃所有的生活。搁一个人去过迄款较早困苦散食的生活，其实你是我都袂记得讲，较早甲伊同齐食过有失踪的无？干嘛呢？应该是安尼啦。像伊即个昏倒伫路边，伊就想讲，甲伊失踪了，搁见一面啦。
当初丈夫实在是有够痴情的，天公伯实在有够残忍的，哪会忍心把一对这么恩爱的阿母拆开？我就是因为安尼啊，伊即个找无因某，所以心情才会遐尼歹。伊嘛知影，伊本地会当踮白伊家住一两家，伊想要坚持出去。我看，伊是最近想要糟蹋伊家己。有够多人的啦，秋阿姊啊，你搁买菜啊？嘿啊，你的物件吼拢穿好啊。吼，啊你下手来才紧安尼啦，啊歹势嘞，特别哦，我物件拢互你咧传。哪有啦？啊，定定拢食你的，啊加减出一下啦，应该啊。吼，啊你讲迄就是啥物话啦哈？啊，咱两个吼都袂输亲姊妹啊嘞，啊定定讲迄。姐啊，你是安怎啊？阿端啊，你过来看，哎呦，这报纸吼，有人看要找你呢。看报纸的人是叶铁城了。铁城，我看卖嘞。哎，迄铁城敢毋是恁翁？我会记你定来咧甲我讲，恁翁的名叫做叶铁城。铁城，阿端，你即摆又搁咧铁城？铁城是安怎啦？安怎？我是咧想讲，啊，这个铁城，敢会是别人啊？哎呦，你慢只讲遮个啦，啊，你无去，免来知是毋是你呀？好无简单嘞，你安尼找一二十年啊吼，啊，即摆互咱发现着这个线索，哎呦，这报纸吼，爱好啊保管俩，唔通叫胖给你呢。什么啊？大平公司的汇款叫头家娘请伊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啦。安总，稍等下。安总，这电话吼，咱拢一直讲话中啦。嗯，安内才拄好安尼啦。来来，换卡来。哪有在厝的啦？啊，不是在公司上班。啥？伊把公司的汇款拢提走去？本省的呀，你反正也是恁公司的会计叫伊去请的，你问不清楚才去讲啦。免问会计啊啦，都是会计哦，打电话甲我讲的啦，讲汇款哦，叫阿姨请去啦。哎呦，啊，这个人哪这爱讲话啦？安尼一直在讲电话中啊呢。哦，早晚嘛要见面啦，即马吼，归去再去啊。袂用嘞啦，我免来安尼就去啦。是安怎袂用去哩？啊，我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啦。安怎？头家娘？头家娘哦，把汇款哦已经拢请去啊啦。安尼，爱紧找头家娘啊。我感觉这个问题啊，无这么单纯啦。阿姨来咱公司。根本就无做啥物物件，而且伊即摆雄雄，阁要主动去请款，阁是遮尼大笔的小款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啦。啊，那是找无头家娘，公司就会跳票，就会周转不灵。万一咯，这个消息别人也是知影，咱公司就会发生财务危机啦。到时哦。公司可能就会倒。我袂用对伊走，我唔知我若走，对公司有啥物影响无？古再讲，阿霞若知我领走遐千几万，伊绝对袂原谅我。谁知你啦？啊，你要走袂走？对我也无啥物影响，非得吼，
迄千外万一定伫来我的口罩内底。啊，要留吼，你就留落来啦。我啥物？你把所有钱拢入你的口罩内底啊？那无，你就是我甲你困。啊，为着是啥物？你说给我，就是为着要开这样钱。人是头家娘，你亲身出面，台皮公司哪会这么简单就把汇款给我？啊，你就是我这个小小的副厂长，啊，是有偌大的权利啊？你别乱说，你将钱留落来啦！哎，我把钱留落来，会用的啊。但不过业界啊，也是知影你跟我困过，啊，因是安怎看待你？算你等那头家转来。哎呀，一定袂记你！阿妈，不是，有找恁的阿姨无？有恁阿姨的消息也无？不是的，头家妈，你先莫着急吧，坐落来豆豆讲啊。我哪有法度通豆豆啊讲啊？不是的，你唔着讲话啊，到底是找位啊无？阿妈，你先回去啦。这件代志哦，我一定要认真思考，我才知影我后一步是要安怎走。头家妈，你着听文生的话，让我先送你回去啦。我会回去。但公司的代志我也唔捌啦，只是我知影，幸亏也是我叫文生回来的，即卖发生这款的代志。拢是我造成，是阿妈的问题。阿妈，我唔是在怪你啦。我无法度通无怪我家己。秀文，迄、那个大平公司的欠款单，是毋是阿姨甲你摕？无啊，伊无甲我摕啊，欠款单一直放在我遮啊。大平公司都甲欠款单互我看过啊，都是因为哦，有迄张欠款单。阿姨哦，这是把钱领去啦。清天话是的啦，啊，我明明都把清官单保管得足好的，我唔知啊。这其中哦，一定有原因的。拢是我，我是安那呢，一错再错。心头艰苦无地看，多情总比无情伤。是一片草。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着急安尼，来来，坐啦，豆豆讲。坐，我今嘛要哪会坐会着啦？王医师，我害啊啦！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跟我讲。一张千外万的欠款单，明明着去我的土地藏好好啊，要哪会知土地娘会甲伊偷摕走，去甲厂商欠钱啦？今嘛的钱哦，全部拢互土地娘款走啊啦！土地娘，都是当初张明某文生的阿姨啊。哪会安尼啊？伊哪会甲钱领走？啊，伊什么人呢？都是找无，唔才着急。小文，你有去报警无？为甚伊人嘛一走，就随报警啊？啊，即马咧？即马，即马千外万都拢互人赶走啊！而且吴兄弟伫咧三天之前都拢无来上班啊，连伊住的所在物件嘛拢赶走啊！千外万。这千万万对我来讲，也是一笔真大的数哦。对公司嘛是啊，文生哦，即马都着要急死啊。假使公司若是无这条钱，就无法度周转，财务就会出问题。这个消息若是传出去，对公司的信用影响是真大呢。我知影，若是安尼继续落去，公司是一定会倒，这是真严重的代志。我是要安怎？王医师，拢是我的不对。假使我若是把欠款单放好，就算是讨价娘，厂商嘛袂给伊钱啊。拢是我的不对。假使公司若是真去倒去，
拢是因为我的师父造成的。小慧，你放心啦，咱两个当真来想办法。秀文啊，爸，你等下。阿明姨，啊，你来补习吗？我煞袂记得。唉。爸，已经吃饭啊。哦。唉，虽然做这临时工啊吼，不离高中是比当厝咧食烟饭较好啦。啊，我一礼拜安尼赚千外块吼，阿明姨啊，补习费都交咧。是不啦？你着煮到两个汤。两个汤。嗯。敢有？哼哼。啊，有史以来，我妈妈可能讲一顿饭煮到两个汤。嘿，你妄查囝，你是咧妄心妄神咧想啥？无啦，无啥物代志啦。今仔日吼，我是有甲工头讲，拜托伊讲老实话吼，尽量甲安排一下。哦，不过工头讲实在困难啦，即马时机歹吼，排队的人一大堆啦。啊，石头是够少，我看哦，这做这临时工哦，那不是什么头路啦。嘿，食饭讲的，你是咧想啥啦？你安尼妄心妄心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无啦无啦，食饭啦。唉，好佳哉哦，你还佫有这个秘书的头路，啊，无咱做的，唔知要安怎？讲起来。以前爸仔囝吼，生起是咱厝的大文青人的。是不啦？啊，恁还在哭？爸，公司的汇款，予人款走千外万，随时都会周转不灵啊！这样，安怎安尼？虽然钱是偷去娘款走，啊，不过小贩嘛是有责任嘛。人替先爸仔囝对小贩才好，啊，公司发生这么大的代志，小贩是要哪向人交代才好？发生这么大的代志。文仙一句话都拢无讲，都是因为安尼，我的心肝才会愈艰苦。我甘愿伊开嘴来骂我、怨我、恨我，甚至开除我。我顶多会感觉较快活。我看找谁哦，拢无路用啊啦！这千外万哦，是找袂回来。这是要安怎？我是要安怎较好咧？千外万，千外万。不行，阿妈，你莫着急啦，这代志哦，我会处理就好啦。是嘛？痛重的代志哦，就是公司的信用，绝对哦，袂再受到任何的伤害。所以哦，咱即马会哦，爱正常来出，员工的薪水哦，嘛爱照正常来发。妈的，也毋过，虽然爱用钱呢，不是，公司哦，绝对袂用得倒。信用一定要顾好势，即卖上重要的，就是紧去找迄个票主讲，将咱公司的情形吼，老老实实拢讲予伊知，吼。阿妈，这种代志是要安怎甲票主讲啦？敢要甲讲阿爸阿母甲副厂长两个人，甲公馆提提做引走？心头艰苦无地看，多情总比无情伤。一张床，两颗心，甘甜天降落草。这
这是哦，现倒台甲互看，实在是足歹看的啦。拢是阿妈，拢是阿妈，又可是我。阿妈，我无怪你的意思啦，我嘛知影你是好意。我即马规个头壳拢足乱的，这千外万哦，唔是小数目呢。阿妈知影，阿妈知影。阿妈，无代志啦，无代志，我会处理好啦，哦，你放心。我来接电话。喂，你嘛还袂困啊？嗯，我已经想到一个办法，会当解决危机啊。秀慧啊，我看哦，我家己入去就好啦，万一了去用糟蹋，是出歹看的嘞。不要紧啦，我陪你入去。难免若是入去，就讲清关单是我碰见的，请因看在这么侪年跟咱生理往来的份上，希望伊会当给咱宽限一寡时间。希望哦，因会答应啦，安尼咱公司就都有救啊嘞！行啦。情的阮心肝，亲像一。